大家好，现在继续我们的三国战记双版，现在是来到了第二关斜谷道这里啊。斜谷道大家都知道是撤里级的地方啊。现在哎，关羽也暴气了，用关羽的在这个版本里真的很少，现在撤里级现身，要把这些东西都打爆他啊。首先再打，哎，张辽又使出了这个惯用的招数啊，感觉好搞笑。我看到这一招就想笑啊，大家有没有同感？现在又变成吕蒙了，这个陆逊出现，直接诸葛亮神来，然后三位玩家又是疯狂的连击。这大太太鸟直接就被秒杀掉了，在原版撤里级，在这个里面变成了大太太鸟。哎，没撑过五秒啊，这大太太鸟直接就被干掉，实在太狠了，三位。好，继续向前，张辽又开始射这个兵了，